무르니고. 那么我们看它的这个 n 和这个 n 呢，它是一个主格助词啊，它前面是跟什么呢？是跟名词或者是名词化短语的啊。那么这个 n 呢，前面一定是跟这个名词化的一些东西的，这个点我们要掌握一下。那么这个 무르니고 啊，무르니 다 表示呢当然的意思，所以呢，它这个语法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当然啊，自不用说啊，自不必说，或者是自不待言，不用说。那么它可以表示一种并列的关系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不用说这个啦，连这个都好啊，不用说大巴啦，连火车我都可以坐，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示并列的一个成分的关系。那么它跟什么一样呢？跟这个不만아니라一样，不만아니라是什么？表示不仅什么什么，而且什么什么，跟这个不더러的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么也可以怎么说呢？这个嗯的马来格斗故啊，不必说啊，字不必说的意思啊，马来格斗故不用说了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这个是肯定的这样的意思。那么还有什么什么？那么它其实是啊，连接两个前句话和后一句话的一个并列关系的一个语法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例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么例句的第一个呢，요즘은여자는물론이고남자들도패션에관심이많다。那么最近呢，女人呢，自不必说女人啊。那么女人呢，是一个名词，对吧？我们讲过了，这个는的前面肯定要加这个名词性的啊。那么여자는물론이고啊，别说是女人了，连这个男人们也怎么样呢？남자들도패션啊，패션呢什么意思啊？是这个时尚的意思啊。那么对这个时尚呢，怎么样呢？관심이많다啊，관심이많다表示呢非常关心的意思啊。那我们再来读一遍，요즘은여자는물론이고남자들도패션에관심이많다。嗯，这个是表示别说这个了啊，还有这个表示一种并列的关系啊。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例句，쌍둥이는모습은물론이고성격까지비슷하다。那么쌍둥이啊，쌍둥이是什么？这个我们要记住了，它是表示双胞胎的意思啊。쌍둥이啊，쌍둥이는，那么모습是样子啊，모습은물론이고，别说是模样了啊，就连什么呢？连性格，성격까지，까지呢表示连的意思，甚至连的意思啊，连性格呢都非常的相似，비슷하다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说모습이也是一个名词啊，那么所以说呢，물론이다啊的前面是要跟名词的表示呢，不用说啊，自不必说啊，这样的一个含义。嗯，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하나더补充说明啊。那么물론是什么意思？表示呢当然的意思，当然啊，自然不用说啊，自不代言这样的意思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单独的说물론이지啊，当然啦。比如说啊，你喜欢吃韩国菜吗？한국요리를좋아해요？不论你记，당연히记，一样的意思啊，表示呢当然的意思。那么下面呢，영어는물론프로도한다啊，英语呢自不必说啊，영어는물론当然别说是这个英语了。那么프로什么意思啊？法语프랑스어프랑스어프로是一样的意思啊，프로도한다啊，那么连法语也会说啊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啊，无论呢，它可以当做一个单独的成分呢来使用，那么它是一个名词的成分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无论例句的一个练习啊。那么그영화제작사는怎么怎么样呢？해외에서도많은수익을올렸다。那么这个电影的这个制作方啊，制作公司呢？제작是制作的意思，那么제작사是制作公司的意思。那么不仅仅是啊，国内呢自然不用说了，连什么呢？해외에서도连海外都怎么样呢？많은수익을올렸다，那么提高了很多的这个收益，收益是수익啊，那么올리다表示提高的意思啊，올렸다表示提高了的一个过去式啊。那么国内呢自不用说，那么国内怎么说呢？啊？국내啊，국내는물론이고啊，국내는물론이고。那么국내是要发生一个什么呢？
鼻音的同化现象，因为这个 ne 是这个鼻音开始的，所以要发音是什么读呢？空内啊，那么空内呢是个名词，所以后面加这个는，空内는물론이고해외에서도많은수익을올렸다啊，应该这么填。那么第二句话怎么填呢？제철음식은啊，제철음식是什么意思啊？제철是什么呢？应季的啊，应季的，我们现在中国人说季应季的水果，应季的瓜菜等等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在冬天吃萝卜白菜，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제철음식啊。如果我们冬天呢想要吃西瓜，那肯定是没有的啊，只有大棚里面才会出现的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说제철음식是这个应季蔬菜呢，吃了对身体会很好啊。那么这个제철음식은맛이这个味道呢，不仅仅是味道好啊，那么甚至什么呢？不亚木吉昂 K 啊，那不亚于这个补药的，补药是这个普雅啊，普雅呢木吉昂 K，木吉昂 K 呢也是一个语法，表示呢不次于、不亚于补药啊，不亚于补药的什么呢？营养非常的丰富，营养都풍부하다，营养풍부하다是一个固定搭配，表示呢营养丰富的意思。那么这里怎么填呢？맛이啊，맛이좋다，味道好啊。맛이좋은것은물론이고啊，맛이좋은것은물론이고。那我们刚才讲过了，这个물론이다的前面呢加这个은和这个는，表示呢啊前面呢要加这个名词化的，它要不然就跟这样纯粹的名词啊，要不然呢它要把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呢加这个口，表示这个名词的短语。那么，马西图塔，图塔呢是一个形容词，所以呢，图文考啊，图文考生，无论你故啊，这样说啊，普亚木吉昂开，样样都喷不哈达，嗯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练习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两个语法呢就讲到这里啦，啊，여러분다음시간에만나요。